第三十六题，关于表中丙和丁的叙述，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看到呢，丙是在第二个支行，就是简土族皮美盖斯贝雷，那么他们是金属，所以选项 A 是简土金属是对的，是金属元素也是对的。我们的第二个周期，锂皮硼碳氮氧氟氖，我们可以看到丁就是碳，那么碳是非金属元素，所以 C 说丁是非金属元素也是对的。那丙丁在同一个横列，那么同一个横列是属于同一个周期，要同一个直行才是属于同一族，所以丙丁是在同一个周期，并不是同一族，所以朱说他同一族是错的。所以第三十六题问我们说，关于表中丙和丁的叙述，下列何者错误？我们答案选的是朱，两者属于同一族。